在你后面。我叫初里，今年的应届毕业生。老师哪位？有事滚。就他能说的，老师有话好好说吧。求求你，你就让我签下你的书吧。说完了，走吧。现在立刻马上到我家。你找我干嘛？我着急又来不及。你有电器啊，又插电源，你都不知道吗？你吼啥？我很忙的。这么自以为是吗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你有你自己房间，你躲进自己房间去。他的眼神就跟要活剐了我似的。你在干嘛？没干什么。感冒要喝热水。张嘴。我说我报警了，老公，你不要我了吗？以后不许出去喝酒啊！你又不是我男朋友啊！还给我！ไอจีอีชื่อแปลกสิริปังวาไรตี้ดังได้ใจ